anyway 啦，咁头先都讲开一嚿云啦，咁就系、是、突然间又系俾我 come across 一嚿好好相对好奇怪嘅云，咁啊大家都知道一嚿云系点噶啦，咁喺个天度，然后就即系、就是、有啲可能系白啲啦，有啲啊灰黑啲啦，咁啊，依家即系早排啊山竹嗰嚿云真系好吓人啊！喂，呢嚿云都唔少嘢噶，呢嚿云都有啲吓人噶，不如我哋睇一睇先，我哋大 mon 俾埋声人哋睇啊！新疆。哦，黑洞洞在。哪儿的现在这个样子啊？天气变了，我他妈的真的！哎呦，我这第一次听天热怎么回事？你这晕吗？是啥呀？不是晕吧？晕的话就这样子。小张点睇啊？我哋将嚿云播住喺个细 mon 度俾大家 loop 下先啦，唔该。嗱，我就相信系一嚿云嚟嘅，系OK。因为其实我曾经有一刻咧系睇过，哇喺边度掀起咁多风沙啊！咁但系其实风沙系会喐噶嘛，系。咁但系好明显佢唔系天象造成刮起风沙嘅样子啦，其实佢冇刮起任何嘢嘅。呢嚿好似冬菇咁样嘅。不过呢个嗱，除非你话好远咁样见到一嚿咁嘅冬菇，亦都有可能系爆炸啊。系咯，系咪？咁但系好明显佢亦都唔系爆炸啦。咁所以其实睇下咧，其实佢系真系一嚿云嚟噶，一嚿云嘅质地。我又唔系好有读呢啲 science 嘅嘢啦。咁但系一嚿云其实。来去去都系水气雾气啦，湿气啦，加埋啲唔知咩嘅情况之下，啲云就有啲又会高啲，有啲就低啲啦。原来我无知啊，我当年系唔中意读书。咁然后，但系偏偏呢一嚿云咧，系喺地平线嘅喎，就跌咗落凡间，喺个地下嘅，即系金沙洋天上跌落凡间嘅美食。咁呢个就天上就跌咗咁大嚿个云，就喺条公路上边就拦住咗，令到嘅车里面嘅人咧系唔知点算啦。然后大家系落咗车，然后就拍晒片咁样啦。咁佢哋就嗱，即系可能大家都会听到佢哋中间碎嘴倾偈，过唔到去啦。即系有啲粗口喺度。系啦，我听到探马的啦，我听到。咁然后就停咗喺度啦。咁可唔可以一嗱？我唔系叫你解释呢、這个喺学术上系啦，点解嚿云会跌咗落嚟？即系唔系讲呢啲，而系其实一。个我 assume 呢个都系一啲好奇异嘅天象啦，绝对。其实有冇喺一啲奇怪啲嘅角度，点样可以分析到呢件系咩一回事？或者其实一个咁奇怪嘅天象代表咗啲乜嘢咧？可唔可以首先可唔可以讲系喂，肯定唔系好嘢啦？可唔可以咁讲咧？
我又不敢夠膽講，因為頭先我一路睇嘅時間咧，當然你俾我睇呢一樣嘢，我係好震撼嘅，因為我震撼嘅意思其實我係將我自己代入咗，即係嗰幾個頭先講他媽的嗰幾個人。哇！我一定開車照過去咯。嚇！咁我首先我諗，如果我親身經歷，我企咗喺呢度咧，我會睇好耐。我会惊，我会欣赏佢好耐。我其实真系冇乜嘢惊，但我见到呢样嘢，我可能会惊嘅。第一就系惊系，我会惊系大自然嗰个力量，嗰样嘢系，即系会觉得人真系好渺小。呢一下咧，你感觉到咧，有少少控埋嚟啊，好似啲浮紧过嚟，啲电影有啲好大嘅猛兽恐龙咁样跑紧过嚟，掀起晒风沙咁啊！咁第二嘅震撼就系我可能会联想到，喂，究竟系咪一啲神迹咧？一话系再荒谬一啲，就系喂，系咪 UFO 后面有一个飞船喺度咧？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嘅嘢啦。咁所以我真系可能我会觉得我系惊嘅。O K 吓，嗰一下嗰一刻，咁但系你话好似头先你话，喂，我会冲佢，咁我觉得我都应该会真系死唔死？又不是衝的，但是如果我是揸住一架咁樣嘅車，會嘗試一試。起碼架車不是普通的私家車，而是起碼都是一些可以俾你在一些荒無啲嘅地方。嗱，佢係一架貨車，一架拖頭貨車啊，類似諸如此類，定係即係起碼佢係一架重型啲嘅嘢。就算龍捲風都未必扯得起。咁啊，龍捲風一定扯得起噶啦。但是起碼佢是 ready， 你喺一啲咁荒無嘅地方，你都可以揸住佢周圍去嘅時候，我唔會踩行油衝過去，但是我會正常慢慢開車，一步一步睇下究竟是什麼。因為如果它真的是一個雲的話，其實你實穿得過的，是不是？是，其實都是霧氣水氣來的，一定過到的。但可能後面是山崖或者撞山，但是你走得這條路的時候，你知道它是一條 highway 來的嘛。是是，而當然啦，即是幻想出來的，喂，如果穿過了這一塊東西，可能它是一個結界，跟住入面唔知去咗边度，你过咗之后唔知穿咗去一笪哇超级荒芜嘅地方，哇正喎、啊！或者突然间可能变咗另一个城市，系另一个年代，即系嗰啲穿越片咧睇得太多啊！即系如果系咁嘅话，就学你话斋，喂正啊！都唔系睇得太多嘅，即系如果我哋从科学数据嚟睇，佢可能喺后边系一个好强嘅磁场，而呢个磁场可能令到个时空会有个交接点，可能就会有机会去做咗一个时间嘅。哇好啊，咁仲唔揸车过去啊，大佬？即系等于好似一路讲紧，即系金三角啊，唔系神秘三角啊，三角洲啊嗰度咁吓。咁所以其实你话我真系惊得嚟，我会可能会好兴奋。我都会好兴奋。吓，咁我真系学你话斋，会等我唞顺气咧，我就嚟啦咁样。咁其实呢啲，我觉得即系另外一个想法，就头先讲我喂，除咗喂神怪嘢啊，或者 UFO 啊，仲会系即系。喂，好似你睇媽咪咁咯，喂，究竟係呢啲係神跡啊，一或下邊係，一或係有妖魔喺度咧？咁呢啲係有好多個唔同嘅想法喺度嘅，會有嚇、所以我話會真係會有啲驚嘅，因為你期望佢後邊有啲咩？哇！我唔識去期望，但係我好渴望學你話齋，真係走過去睇一睇究竟後面係乜嘢。係嚇、你唔好失望，原來後面係冇嘢。唔係，咁我啱想跟住之後，通常都會就咁嘅就啱冇嘢㗎咁。咁就暈咗住咗嘅。係啊，因為其實你話譬如喺新疆啦、蒙古啦，咁我哋都知道其實嗰度都係近住都係其實都沿住絲綢之路，都係近住呢一個昆崙山，一個我哋即係喺風水上面我哋講嘅風水嘅祖山，即係話全球最高嘅山峰之一。咁、當然你喺咁大的場景，咁大的山脈嗰度咧，發生過真係有不少的神怪嚇、離奇古怪的事件，甚至乎傳說都有好多好多。咁、所以你話喺你就咁叫我望一刻。
咁樣去斷呢一樣嘢咧，我真係唔夠膽去斷佢係乜嘢，或者係究竟係發生緊咩事。但係當然你俾我見到，我真係老虎啊老虎啦，呢鋪就冇嘥咗佢啦。即係你咁難得見到，即係等於你話好多人去有啲地方就哇，我去睇北極光啊，嚇去睇海市蜃樓啊。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真係一個奇景，唔係一個。那些可能仲會係有定性定時的，可以看得到，可以計算得到，你去看那兩樣嘢。即係好似遲啲我哋 D 一百舉行一個團去呢個天空之鏡，係咩？阿 Ben 大團係。你講緊係香港的唔係馬拉嘛？哦，馬拉，啊、馬拉，馬拉天空之鏡。哦，啊、我以為你話去咗流山後面那個近近地，即係就係睇咁嘅奇怪異象。所以係。其實新疆咧，新疆啊、烏魯木齊啊，或者係甚至乎嗰邊咧，其實有好多好多。我相信我唔，你有冇去過嗰邊？我有去過烏魯木齊。嚇嚇。咁啊，內蒙啊嗰邊其實一路以嚟都有好多唔同嘅傳說，甚至乎有好多嘅古靈精怪嘅嘢，甚至乎。